你再讲，你再讲一遍。一点头就开始了。然后开始，你再讲一遍。什么？你再讲一遍规则。就是呢，这个规则就是呢，要先点到石头布，看谁输了或是赢了，然后就要甩骰子。上面有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黑色、红色，还有紫色。甩到黄色就要拿黄色，甩到哪一种颜色就要拿上面的攻击的颜色，然后把这个压下去就开始。如果有人在拿这个的时候你快点甩，然后甩到蓝色的话就要把快拿，它时间到了会自己快速弹起来，会很有趣。修，这是我哥哥拿回来给我们玩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好，先把它压下去。好，爸爸你要陪我。大家用剪刀石头布哟，不跟我玩吗？要。好吧，你呀，不要从上面，不要从上面，不要从上面，换你，还要准备弹了啦，你还那么慢，蓝色啦，拿蓝色，我拿不到了。掉下来了，那阿赫有还有偷拿的，有掉下来就可以拿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结果是谁赢的？我赢。你赢了，耶！他跳起来就算谁赢，谁在拿的那时。